我叫老 Well， 中文名罗志平，是一名认证专业珠宝家，从事珠宝行业超过18年，专营彩色钻石和大咖钻石。在2013年10月份加入 BNI Enterprise Chapter， 往往一加入 BNI 就做多 host， 而我亦为会友带来引荐和带来最多的嘉宾，增加了自己的能见度，所以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由普通的会员转为杰出的会员，而在第一年时间就做了 18% 新生意，第二年 33%， 第三年还有 40% 新生意。另外我亦都会留意分会的行业空缺和会有所需要的合作伙伴，带他们入 Enterprise， 大大下做了金章会员和五届的 Visitor King。 其实我觉得加入 BNI 最大的价值就是加入 DNA 的团队，透过深度培训之后，我和我的团队不知不觉间在两年里面开了 Legend、 Leaders 和 Legacy 三个分会，我们还继续筹组其他分会。现在会友给了个绰号，我叫做穿西装的地盘工人，因为很多时候从二三四五都早起身帮会友博水管、起铁路、起水塘，打通啲生意。过去我自己一年创造大概300万的销售额，现在团队正支援百几个 BNI 行业领袖，创造了3亿的交易额。未来我们会为800个行业领袖创造30亿新的生意。我们最开心的是不单止做到生意，较早前仲连同100个来自 BNI 各行业的领袖，当然包括我们珠宝行业，去到明爱尊上学院和300个同学仔分享人生经验和创业故事，发放正能量。所以说 Better BNI, Better Hong Kong。